会不会期待有新恋情啊？当然期待，当然期待。恭喜谢欣期待了六个月，终于冒出追求者了。那个男人年纪比他大，目前还在认识阶段，培养感情中，但那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，两人迟迟没聊到。希望一步一步来，感情和工作进度都不要太快。以前的我太天真了，所以一头栽进去，现在慢慢来比较踏实啊。但追求者不止大叔一位，他也开出择偶条件，希望年纪大、感觉比较成熟，甚至大五岁以上都 OK。只是如果年纪比他大，大概有一半都已经死会了，但谢欣有信心。身边朋友帮我介绍的人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好想放弃哦。虽然感情没着落，但谢欣充实自己，学攀岩、学潜水、还插花，工作也开始回温。除了做直播及业配，通告量也逐渐增加，月收10万元内。再来是改卖 BMW 3系列，或许会变销售女王。真的来找我谈，我可以。娱乐懂新闻，我可以报道。